我发现那个努比亚拍的还不如我这碎了前置的这个三星拍的好啊，所以我们用三星，还是用三星这个来拍。上次许的有12瓶巧克力的口味的巧克力啊，我把它打开。这种，我操，这种还有热量表啊！平均下来每100克2000-2040千焦啊，热量是蛮高的。哎，那么首先数啊，这是一种。两种，哦操，这个都软了。两种，没办法啊，放在车里会化是肯定的。三种，四种，数出五种啊，数出12种，五种。哦操，这个好软。六种，七种。时间，那就说明它这个是真巧克力啊，因为是代脂巧克力是不会软的。8种，还能不能再数出来？感觉成样了呢。9种，发生事故，掉下去了。That's not good。让他们找个一样的替代品啊。哎，还不一样。啊，这个是，我靠，还找不着同样的替代品了。10种啊，我把那个捞上来。哎呦我操，竟然掉下去了。我靠，哇，这事儿不太好啊，掉下去了怎么办呢？捞上来不然坏了。是这个吗？好吧，那我们继续啊，1、2、3、4、5、6、7、8、9、10，10种，还剩什么口味你拿出来呢？这个都有了，看到了，这个什么是没有，这个也有了，都有了，11种。12种，齐了啊！应该它包装上画了12种，我们就拿12种吧，应该是齐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吃啊。不对呀，这内容物跟包装画的不一样。啊，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吧。首先是这个包装的，啊，长这样啊，翻过来就跟它长得这样了啊。Dairy milk， 然后试一下啊，看看，这个都化掉了，没办法，这个放在车里热了一天化掉了，不过证明是真巧克力啊，大可不止不会化掉，但是这个也确实化掉了，让人感觉很难受。这个巧克力化掉了之后呢，就比较像屎，是吧？我原本以为它是有馅儿的啊，然而并没有。这就是一个牛奶巧克力的味道。我操，甜到牙疼。敏感性牙齿啊，甜到牙疼。我这试吃完，我估计我能吃至少150克巧克力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红的，这个红的啊，跟它一模一样的包装 ，Cherry Red， The Big Cherry Taste， 这是大樱桃的口味啊，试一下，大樱桃的口味啊。不再解释了，再解释的话我估计以后你们就不能这个吃樱桃的时候就该浮想联翩了啊，而且你们还说我老司机发车啊，
那天啊，这东西我如果不化了的话，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看到中间是有樱桃的馅儿，真的是有樱桃馅儿在里边。啊，不过化了之后就挺恶心的。这个长这样的，颜色不太一样。Turkish delight, fried Turkish delight, fried Turkish delight， 不知道什么口味啊，不认识，文盲真可怕，是吧？文盲如我，你有什么办法？然后它这个是这个造型的，就类似于一个小饼干的这样的一个巧克力，我感觉也是有馅儿的。果然是有馅儿的，它中间有点像什么呢？中间有点像软糖啊，但是软糖会有点嚼劲，它是那种没有嚼劲的软糖。你说它像那个马蹄，又不是特别像。然后中间那个固体的部分，感觉有点像汤力水的味道，又不太像，反正不是一个东方的味道。很神奇。不难吃啊，这东西不难吃，但是怎么说呢，感觉也，我觉得没化应该都挺好吃的，化了应该都挺难吃的。我们这黑色的，它有个 M 啊，看到应该也是一样的，有个 M， 这黑色的，A festival of awesome， 又不知道是个什么鬼啊！里边打开看看。哎呀，可惜都化了，你们不化多完美。所以说，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教育我不要挖坑，当天买当天吃。这东西现在粘在我口腔上面不下来，怎么说呢，这就是个没有花生粒的士力架。中间的糖浆啊，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东西了啊。非常抱歉，我浪费食物。不过它那个糖浆真的是让我感觉太闹心。那么下一个，要是这个，然后又长得一模一样的。Boost packed with biscuit for crunch， 这 crunch 啊，就是中间会有个小饼干的嘛，应该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化的已经完全软了，怎么能让你们看到这个角度呢？一捏都已经软了，这个中间是不是应该有个微化呀？中间是有个微化的，不过因为巧克力软了，把中间的搞得也不是特别脆。这个像什么？我知道了，这个好像是雀巢吧，有个叫什么香米脆还是叫米香脆的东西，国内有的卖。这个东西跟那个就是一个套路的。就是巧克力底儿有那种脆脆的东西，
过这个西方巧克力都太甜。漱漱口啊，实在受不了，太甜了。下一个啊，这个叫 picnic， 啊，野餐，是吧？我没记错单词吧？是叫 picnic， 是野餐的吧？unico combination of peanuts, wolf, caramel, and rice crisps covered in the delicious.Candy Beauty Music Chocolate， 牛奶巧克力里边裹着花生华夫，然后那个糖浆和就是 Rice Crisp， 就是刚才那个就是香脆米那个东西。这个典型就是这个，应该说白了就是这个就是士力架了，应该是士力架加华带有华夫饼的士力架啊。哎，这个打开是这样的，还起码还有一点形状啊。因为巧克力的量不大。哎呦我的天，很丰富的层次啊，上面这一层是花生，中间华夫，然后里边糖浆，外边巧克力，还有一层脆脆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不难吃啊，这个比刚才那个纯糖浆的好太多了。这个我们吃过了，我们从这边开始，长这个样，一模一样，三个条。这个摸着我都已经害怕了，这个摸着已经，你看啊，已经可以挤了。这要不我们撕口吸得了。Jelly popping candy beans， 就是有看没有懂啊。 Jelly 是那种软焦糖叫 Jelly 嘛，然后 popping 就是就是有点棒棒糖那种感觉的 candy。哎，算了，吃了再说吧。啊啊哈哈哈哈！这个完全是一坨屎啊！这个让人想到了哲学问题，就是你想吃巧克力味的屎还是屎味的巧克力？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屎味的巧克力啊，因为它毕竟还是巧克力啊。啊，坨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可以准确的形容它。你把水果糖打成碎碎的小粒儿，包到巧克力里，就是这东西，一点都没有这里的那个感觉。然后是这个绿色的啊 ，Dairy Milk。Bubbles， 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录过一期视频啊，就里面吃的就是这 Bubbles， 有这个，就我朋友说惩罚游戏啊的里边这个巧克力，那么 Pass Game 是吧？啊，对，这个，打开闻这味儿就跟上次吃那个大板的那个一模一样。你看这个，因为摄像头碎了嘛，我打开灯的话，这个有个光照，我就会在这里有个炫光。做饭不打开又很暗，那我们试一下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一模一样啊。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巧克力款式，因为很多牌子都会做这个，在做这个巧克力。
一点错都没有，就是中间是那个绿色的那个巧克力，绿色的那个薄荷。这个牙膏口味的巧克力啊，他已经看到希望了，还剩四个了。然后下一个是这个名字非常好听啊，叫 Dream。 希望吃完了不要做噩梦。Smooth and creamy white chocolate， 就是很顺滑，很 cream， 就很 cream 的白色巧克力啊。啊，这个是白巧啊。然后我现在为什么是巧克力会有白色的？我们认为只要含有可可脂的东西啊，就可以被称之为巧克力。然后可可脂不是黑色的，提纯之后是可以做成白色。然后黑色巧克力是因为有了其他成分啊，应该是我忘记是什么了，反正巧克力做成白色的它也是巧克力来的，含有可可脂成分，这个就标准白巧的味道。我非常不喜欢吃白巧啊，无论是哪个国家。而且白巧始终感觉有种在吃，就没有巧克力的那个苦味了，已经感觉非常不对。然后是黄色的这个包装，黄色的这个包装一模一样。哦天哪， Dairy Milk Milk Chocolate 牛奶巧克力啊，这个应该是跟第一个试吃那一个哎不一样。我操，这个也很有特点啊，给你们看啊，这巧克力做的跟灶糖一样，是一层一层的。哎呀，晚上光照已经不好了，你们看不到了，应该一层一层啊，就是一个灶糖一样的巧克力。然而吃着异常的松软，这有点像那个，这有点像那个气巧，但是跟气巧又不太一样。感觉像是把巧克力做成那个薄碎，然后就薄非常薄非常薄碎片堆起来的那种感觉，一咬就化了，是个非常粉的感觉。你这一咬化了，一咬碎了，非常粉的感觉，感觉有点像吃牛肉干啊。然后是这个，妈，它里边画了个细长条带，食物是个这么大块啊。加油啊，胜利就在前方。Golden Hockey 啊， Golden Hockey Pokey Honeycomb covered in the Cambrian milk chocolate， 他妈的看不懂啊，吃了算。哦天哪，这是一个也挺大坨的，外边画的比较严重啊。啊，你们听到声音了吗？再来一次。这个玩意儿呢，就是我们在悉尼也路过，就是里边含有麦丽素，中间麦丽素芯儿的那个巧克力。啊，这个。算一点刺没有，这就大号麦丽素。简直无法忍受。我操，
瓶盖掉下去了。啊，去！我操，这是大失误，瓶盖掉下去，没有瓶盖麻烦了。没有瓶盖，这可让我如何是好？哇，没有瓶盖很容易出事故啊！这得看能不能插上。我先卡在这儿卡着吧，录完最后一个录完了，我再去找瓶盖。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包装，这个写了就是牛奶巧克力啊，没有任何额外的标记成分了，就是牛奶巧克力。就是牛奶巧克力，吃不出别的味儿。好，那我们今天试吃就结束了啊。就这期视频，12种口味的综合巧克力，12种口味巧克力试吃。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未知小白”用户互动，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评论留言。嗯，然后我后续会有视频来专门来读这些留言，然后与你互动。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拜拜。